咱妈先把这擦一下，你爸爸其实都已经消毒了，拿纸巾擦一下。这个是头条记的新年礼盒，至于是啥，妈妈也不知道。那大家可以看看吗？一份来自今日头条的礼物。礼物。看这边。头条，今日头条。这放还有纸呗。嗯，我看看，我都要给你看看是啥玩意儿。来来来，坐那儿，坐好。坐这儿。干嘛？嗓子不舒服啊？嗯，就是。你说干啥呀？看看看看。哇！哇，手提袋儿。手提袋儿。嗯，放这儿。对。是上面写着今日头条，打开看看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哇，看红！2021年头条新春礼盒，看这里边，产品内容：送福灯笼、流云祥鹤壶、流云品茗杯两个，一个壶一个杯，然后蜜洋槐蜜两个。伏牛伏绳一个，红包五个，限定公仔一个。都给我拿出来看看，我拿出来看看看、嗯、我们一个一个拆好。这个是那杯子，这是公仔，头、啊、条限定公仔，拆拆看看。为什么你拆完了？拆了，拆开了。如果是小礼品了，送给你呀、啊，送给弟弟呀、啊。送给弟弟，送给我。送给你，弟弟还小呢，不能玩，对不对？对。慢点，慢点。小礼品。来看看，我开吧。你看，你看，西西拆，西西都迫不及待了都。来坐这儿，我们坐这儿拆好不好？嗯。哎呀，都上嘴了。上嘴吧。是玩具。哦，玩具呀、啊，妈妈帮你。放这儿吧。是小牛。我看看，头条。记录。头条。漂亮吧？漂亮。是个小玩具哈，小玩具送给我吧，啊，送给你了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啥呀？哎，后面有好像有东西啊，还有电池。这还有一层吗？没有层。哇哇塞，太精致了。壶，这个是壶。哇塞，慢点，轻轻掀开，把杯子轻轻拿开，嗯，把杯子轻轻拿开，哇、哦、太精致了，干杯，干杯。这个是蜜，两盒蜜，洋槐蜜，今日头条，哇、哦、这新年礼物太贵重了。这壶，茶壶，喝茶的。对，你看人家这儿有一个那个仙鹤、嗯、茶壶。哎、慢点慢点，轻拿轻放啊，这对妈妈来说意义特别贵重，知道吗？嗯，西西坐这儿让妈妈拆吧。行、嗯、小蜂蜜、嗯、送给我们小西西喝好不好？到时候爸爸给你弄了喝了两瓶。来，这几个是啥呀？我看看几个。哎呦，慢点、嗯、来，你不放上去就两层。对，应该是就两层吧。这个是福袋，福袋不是红包，这个红包，妈妈说错了，红包，红包，对，头条的红包、嗯、头条的红包，漂不漂亮？里面还有东西。漂不漂亮？漂亮，你看。哦，这是，哇塞，好漂亮。放里边，放里边，到时候妈妈给你装钱。行呀，妈妈。嗯，这个是啥呀？两段提根那个。嗯。哦，这还有个红绳。是我的。啊，送给你了。哎。小公牛一个福。是我。好了。好了，戴好手上了。嗯，戴手上了。来，我抱航航。你抱的吧。你看看灯笼是怎么安的。我看看啊。嗯。啊，有这个。啊，这儿这儿这儿。就是个盖子就可以做。看到了吗？对。哦，这是这儿呢。我看看。这儿这儿这儿。这儿。你别动，西西，让你爸爸看看。
这盖子就是个灯笼，然后安上这个。对，安上个罐儿，撑起来是吧？对，里边还有电池呢。哦，还有灯呢。还有电池安上去。还有灯呢。哎，亮了，灯亮了，是字儿买的，不知道啊。你看人家说明，哦，是啊，你看见，嗯，好不好？给你个小公仔。昨天看看。好漂亮呀！啊，你爸爸给你弄好。行了，媳儿。脚踢看看。行吧。脚踢看看。拿住呀。你踢住啊。你看看，妈妈看看。行了。哎，你拿好，拿好。还亮着灯呢。亮着灯呢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晚上也有，你看。晚上出去天黑了，就能看见红彤彤的。是吧？是。嗯，我们先收起来，过年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要打开。嗯，对，打开。亮亮航航，航航，灯笼没啦。对啦。先关了吧。行、嗯、呀。嗯。那我帮你拿出来行吗？行啊。这个礼物真是太贵重了。对。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非常感谢。平台感谢今日头条送的这么贵重的新春礼物，也感谢100多万粉丝对二丫的支持。有我的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，离不开粉丝朋友家人们的支持，非常感谢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大吉，牛年大吉。嗯，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。我们把这收起来吧。收起来吧。待会儿几个。嗯，好。